单身女士深夜翻屋企喺街上俾众男调戏，好多人都会不知所措。但台湾一名醒目嘅打工女，有一晚喺10点几收工翻屋企，途中有3名嘅男子从佢嘅身边经过，其中一个人对佢吹口哨，同时叫佢做咩啊？打工女即刻头仰45度，摇头晃脑，反白眼，好似丧尸咁奔跑冲去佢哋度。3男当场爆粗跑走啊！有唔少网民都笑言，好舒服嘅结局啊！